张耀宗张委员，请发言。好。对于本案啊，很多同仁要求你道歉了啊，但是现在听起来，即便我们刚才主席台这边有做了附带决议，要求市政府道歉，可是刚才听起来市长也不会道歉了哈，包括我们黄副市长当时是文化处处长，他也不会道歉了哈。那包括黄国书刚才讲说要学会藏地雷了哈，那你觉得这个地雷不应该藏了哈？那本席认为哈，这个案子似乎到目前看起来哈，我们的市长，我们的副市长黄国荣也是前文化处长，好像都没什么责任，没什么需要道歉。那如果不需要道歉，是不是至少我们请市长弄一个政策行程变更的一个说明书嘛，好不好？整个政策行程政策改变的一个说明书嘛，我想这样让市民知道，让我们民意代表回到我们的选区有一个交代，这是不是应该这样做，好不好？做以上的建议。第二点，第二点哈，对于刚才做附带决议，中剧院、小剧院要扶持在地的表演团体哈，我觉得这个应该请文化局要跟这个台北这边哈，要明确的列出它的比例哈，这样对于台中市的表演团体才会有保障。我再做以上的补充建议，谢谢。